以后什么感觉？还有点紧张。对，其实以前没试过这样子的曲风，这其实是一个蛮大胆尝试。这是陈立的光。那面对每天日复一日一样的生活，有些话想说不能说，有些事想做不能做，可是你必须要继续无望的等待。那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？那我就依照这样的方法去做了几个不一样的层次吧。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嘲灭的部分，然后有一些关怀的部分，后来可能也有愤怒，各种滑稽这样子。其实当初最后会设计那个笑声，也是因为希望能够加一个像新出生儿吧的笑声，能够带来最后结尾带来一点点希望这样。那加上那个叔叔后来又重新加强版了之后，确实在破碎之中给了一束光。